欸，大家好，我是放火。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故事。有一天，魔王抓走了公主，公主一直叫，想要找人求救。哼哼，公主，你尽管叫破火龙吧，没有人会来救你的。公主，公主，我来救你了！说什么时候救到魔王？有魔真够，可是鬼啊！你太气了，谁救我了？我脾气。我的天啊，谁叫我？没有人救你啊！我没有叫你啊！从此，魔王就得了精神分裂症。其实故事还没有结束。魔王的精神分裂症好了之后，他要再次抓走的公主，因为魔王担心闲杂人等又出来搅局。所以魔王决定单刀直入的直接切进主题。魔王是这样说的：公主，别挣扎了，听我的话，现在没有人会来打我了，走开了，嫁给我吧。啊！于是我高高兴兴的牵着手跟公主进入了礼堂，所以故事结束。魔王好可怜呐，好可怜呐。We don't talk anymore. We don't talk anymore. We don't talk anymore.